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灌输。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对这个你的灌输呢？当然也有伊的因缘，甲伊的主要理由。Okay.
紧张，因为两个点老师拢载过来，尤其搁坐坐伫头前遐，就是讲咧，应该演的班是咱赵老师的班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白话白话说到了就好嘛，啊，规气的我换好阮白话到了，啊，都换一个都两个点老师拢毕业啦，啊，真正来讲人算不如天算啦，但是我阿爸是特别好心啦，诶，心心来讲尽量。来讲，阿妈就是讲，因为这个机会哦，我想当着啦。咱从以前有时要当着，两天两点的时候离国内哦，无一定当着对啦。阿婆阿姨含个叫水这些来，大家互相研究的，叫做当十五条龟。啊，上几位？
伫咱移民上来讲，其实这十五条条规，伫移民上来讲，咱一看，尊敬先父，就是我看到先父的时阵，我来尊敬伊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上界切的道理，咱一个看就知影。啊，互我再讲之前，先讲一下，因为这先生啊，都讲，哦，阿祖，你若去高雄讲吼，因为高雄较少人，啊，各拢老菩萨，啊，讲你若去高雄讲吼，你若看到有拄孤吼，因为拢会拄孤，啊，你本身就爱拢看到无拄孤的哦，啊，无你会讲袂过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我好即边去高雄讲，人哦，人高雄拢无拄孤，所以我讲拢袂过，阿妹就针对迄个目睭拢当，拢一直看我啊，所以就是讲的，咱若爱拄孤，我要变目睭坚定嘛，啊，好好的，叫咱四目相对。安尼，互我共讲下话，啊，人吼，互我甲你讲，愈讲愈袂了，安尼对啦。啊，人互我来接，就是讲第一条尊敬先尊，尊敬先尊，就是讲，咱一般，咱若教无同，咱就先做班长了，咱会去先做班。咱若看到先做咱人吼，先做班，咱会感觉跟一般的班次无同，咱会讲，哦，我唔通拄久哦，因为今仔日先做来领团嘛，来领团，我唔通讲话哦。因为安尼对先生不平嘛，其实这是咱外向上，本底咱是爱对先生应有的尊敬，对不对？这是咱对先生应有的尊敬，但是咱要想到，咱嘛有一个本呢，就是咱的自信本。咱这自信本，咱够有去甲尊敬着，咱要尊敬着咱看会到的先生，咱够有去尊敬着咱这自信本。咱若遇到代志的时阵，遇到困难还是遇到挫折，遇到你。有时心中无法当解决的代志，咱伫咧早晚现象的时阵，是毋是咱会破墙扫墓慈悲？像何法莲等人就讲嘛，何法莲等人破心，我要说说老人姐姐，还要去走一扫，抱一下佛像，抱一下佛牌。啊，即摆我咧发生这个时阵无法度，啊，我等人咧讲，恁阿恁囡仔出点来，妈妈你倒来，啊，恁是要去献香，安尼哦，迄个功德更如何？迄个像我老母甲你加油加地位啦。即伊就甲我讲，安尼哦，安尼无资料无咧信息就是哦。其实这是咱是有效的嘛。今仔日学校若来看这资料，去求先去加油加气味，若无学校解看啦。先看去安怎甲你加油加气味啊？你完全无法同学讲啦，所以是在咱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也遇到困难的时阵，其实先用咱的心，先去有讲讲积分积心。咱个心就是佛啦，咱个求善佛的，只要咱虔诚，相信虔诚，相信善佛无时不刻在咱个心中。善佛只是咱个目标，咱个朝向，就是讲咱个以善佛做咱个目标，咱个对善佛安尼求。所以世尊在伊出世个时阵，咱知影这典故，伊一手比天，一手比地，伊讲个啥物话？天上地下比我独尊。其实呐，伫依照佛法来看，这个一句话就是讲，比我独尊，就是讲我上，就是我上高，我上大，对不对？其实嘛无唔对啦。搁换一方面来解释，就是讲，咱人就是徛在天地间嘛，咱人就是中顶天地地，所以咱人就是家己的主宰。尤其咱就是以咱家己的心来作为主宰，咱以善恶的德行。来做咱的目标，为虾米讲以先好的心来做咱的目标呢？咱在生活过程当中，咱敢会感觉做有时会感觉做厌烦的时阵，对不对？生活过上，比如讲，我若上班上到今仔是厌的，我无想要来上班的。啊，咱在路上过程当中，咱咪感觉做厌烦，我咪感觉讲，真正哦，有时，若讲我讲心多的时阵，我愈白正无去安尼啊。爱感觉足厌烦，感觉足乏味啊！这时阵，咱来以善或者德行来做咱的目标。善恶，伊嘛是同款，叫咱来过程，安尼来成善恶的。毋是伊一个生下来，就是来成善恶的。咱拢知影一句话讲：心善不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啊！咱拢知影一句话啊。啊，所以善恶嘛，就是依照就是叫咱同款，这个步伊照着咱这个行的步来做，伊其他伊都不同心。所以先生伊嘛讲一句话讲，咱修道最终的目标的极限就是佛嘛。咱换一句话来讲，讲唔是讲咱特质在做善恶的事，咱今仔日会遮尔啊辛苦，啊无少着讲花的吼，或者是讲外吼，像咱方便老师伊
是咱爱去突破这个瓶颈。我看来伫咧跟开车时阵，跟着伊早一个咱杨春梅的转世，问题杨春梅杨春梅讲师，如果伊咱咧咱也来听关的时阵，就是做一个瓶颈时代吧，因为我多安尼跟着伊多写一句话讲吼，张春梅杨太太，我想讲对，伊讲一句话讲了重点。伊，我感学下嘛，感觉袂歹。伊讲，安养鱼的修德书，就是爱靠破；，啊，咱培养鱼的修德书，就是爱突破。为虾米伊讲安养鱼的修德书爱靠破啦？因为伊是去到有时咧生气的啦，伊会看破风尘啊，看破着伊某囝，看破家庭啊，所以是看破。但是来到咱着培养鱼的时阵，咱是会使看破，因为咱是信佛。咱来信佛，咱是在家安身待住，在家修行，所以咱来去突破。咱遇到困难时阵，咱是去突破。所以好到今日这个时阵，感觉是这句话讲了明白。咱培养一个新的书，咱就是爱去突破。所以咱遇到瓶颈时阵，咱去突破着咱的困难。所以从人生论呢，其实来讲就是讲，只要依咱依信佛的无碍，咱爱依着信佛。诶，即是来做伊咱的标杆。有一天，咱就是一个先不共款，皇帝先放，咱会当带领着咱的众生上，多灵光上，那呢，才是真正达到尊严先不。第二条呢，什么？我发问咱第二条是啥物？尊前礼后。尊前礼后，尊前礼后。尊敬的吼，咱来推，即个爱讲就是讲，啊，我咱来尊敬前辈者对不对？阿客也好，其实即个讲老师是安尼讲，咱拢认为就是讲，比咱较在先求道的，咱的因果师，咱的点观师，我哈不是讲，就是讲点观师就是讲咱这个讲的，就是讲咱的员工吼，就是比咱较早求道的，啊，比咱的因果师，或者是讲前辈，就是讲动作是咱的前辈，其实。善佛，这个老师以前来讲，伊讲这个是咱外向上界的情况，叫做因为伊比咱较大成见的，所以叫做伊咱的情况叫做前面。伊讲，其实咱敢知影吗？只要咱得善，地位高，会当做众人的标杆，会当服众人，而且会当引导众人来到出家，咱都叫做前面。那么呢，咱得善无够，地位无够，地位无够。咱只是因得种缘，能够少少去开天，那有资格叫做人前缘啊。所以呢，老师佫讲一句话讲，只要什么叫做佛，就是只要咱搁伫方便当中，而且还袂超脱着轮回生死啦，每一个人都是佛法。所以就是人讲啊，伊佫讲吼，上都是真正佛法，是正道观，是领明王的嘛，这样是天上。所以，咱阿弥陀佛就是所有人拢是佛。所以老师都来讲，咱讲安尼对一个是咱的前面，又哪一个不都是后世？所以，佮讲讲一句话，讲真正的尊严、尊前辈后，就是叫咱来好发前面、好发前面，啊，就是尊敬有道的人，用伊来学习，而且来帮助咱两个姊妹，会当互伊进道，互伊真正超凡入圣。咱若真正明白讲闻道有善吼。因缘有尽嘛，就是讲，闻到有善哦，就是讲，咱求到有尽甲吧。但是因缘就不一定哦。我顶下伊比咱较无会求到，但是伊因缘比咱啊较好。因缘比咱了，就是讲，凡世人以前世修啊修比咱较好啦。啊，伊即世，佮对到真正正缘，佮走，我顶下伊比咱较慢求到，拢走离咱正见。咱迄个当前缘，咱的正缘，咱来当明明即句讲。闻道有善哦，因缘有尽嘛，这个道理，咱就对住去，咱就无迄种魔执的心去执着着伊讲哦，伊是比咱较不会有道。咱若好学魔执呢，体会好学，而且咱来注意一切有缘，这才是真正尊敬的地方。第三条叫做啥？看这中条。即句嘛，使讲是栽种重情，啊嘛使讲是地种重情，可能是拢会当了。
是来学堂，啊三千是真济，啊头毛啊上好干净，迄个我阿先生讲叫我阿伊用，不过你较真济啦，啊不过我阿这地方吼，要甲阿你做好看，这真济啊，伊讲太遥远，啊你搁较真济啦，事实讲，咱来学堂真正是爱精爱勤，头毛爱精，你又搁卖安尼披风散了，就是真正足济。我遐咧起工啦，啊头毛拢挂挂伫咧头前，足歹看，事实讲哦。啊，咱诶，是毋是咱讲，咱诶部分就是爱衫穿整齐，啊头毛上好啊，容易较叫咱做整齐。安尼叫做栽种整齐，其实这嘛是栽种整齐。但是咱刚才栽种整齐，不只是咱这目标，上盖重要就是咱诶用心。咱嘛有爱念必须，咱念必须嘛爱栽种整齐。为虾米？那讲有四规嘛，规类有时，规类有天，规类有地，规类有道。啊，尤其阁是咱的心，袂使有杂思，袂使有杂念，想想的无的无的。啊，我来讲的，尤其佛法讲一句话，讲佛法是对事无对人。其实讲来讲对事无对人，就是咱会当，咱来会当，会当穿到朴素，就是会当穿第三，咱上解脱。佛法给咱个，佛法过来就是从底，其实佛法讲过过。今年了，伊要请林红哈去对伊来讲过。红哈一边就是，其实红哈爱感谢的，真诶，甲咱甲红哈，卖讲敬敬，甲红哈慈悲，因为伊甲红哈慈悲，就是红哈成长。红哈伊早来去办事，一个红哈穿遐上水诶。红哈来要穿真领，穿真领，红起来要偌水，红哈穿上水，真诶，甲红哈慈悲，好，真贵价来，真真诶，甲红哈好啦。安尼来，啊！你来木凳啊，搁穿安尼，其实我嘛是穿会使咯。咱若看不领地，你拢穿，你今日穿这个话，你哦，伊搁讲一句上重要就是，你身为助理的太太，就是人标杆，你为甚物来不爱穿这个呢？其实我还是穿领地，这个人保安嘛。真正永远拢是。好听话，大家拢爱听。啊，若真正要来成就的话，大部分咱拢听袂记。哦，我听一个真正够死，真正足受气。哦，即下侪人就讲话，你讲嘛穿第三呢？我即个讲，但是我发觉慢慢改安尼回想，就是讲，伊敢甲我发讲，就是有我发到。啊，我发就是家己入到一个机关，生平无大志，就是互伊个。我阿本年的计划，我阿只要是老板，就是穿这件制服出来。真诶，所以从对迄边开始咧，我阿就是穿这件制服，绝对无板会当买，我阿穿花红柳叶。那讲着穿这样，我阿就讲旧年的新老板，新出来时阵咧，无注意前面，大家就当讲，注意前面大家好，前那个新妇嘛是安尼讲啊，讲各位顾客，您今仔日来是啥物班呢？啊，即嘛，伊用足侪遍哦，啊，就拢无人讲，到尾就变成就袂少。先入班，啊，即嘛就先入就家己讲吼，敢是先入班？啊，你先入班是咱咧请教袂啊？因为恁是要去看戏呢。真正先入真爱看旧年班，伊就讲，恁是要看戏，咱请教袂啊？因为恁敢会是咧去先入班？所以有出高见，咱来学堂，咱来请教教授，其实我较无讲针对对。只是讲，咱也是穿到不少样，但是咱若去外面，因为咱无一定，咱去外面就是讲，咱应酬社会，咱只是爱去社会上，叫咱爱上班啊，咱爱工作工课啊，穿这领，上外口有时去去一边，拄好穿这领，啊去到啦，迄阵拄好梁医生生款，啊去来验尿，啊若穿这领去上班，啊拄好叫公司同事，啊伊了同事讲，叔啊，啊你是去验尿呢？我就叫伊是尊重的，现在去尿尿。你如果穿这件衫，啊，所以有时咱来社会上，咱就讲，卖穿到做暴露啦吼。啊，以小为本，以社会、融入社会为原则，就是免得讲卖穿这。但是咱来先，咱来去办的时阵，最好就是讲当穿这吼，卖讲一定爱穿这，要穿第穿衫。所以呢，这倒是真正讲，咱若做到会当栽种良田，啊，而且就生活着舒的时阵，咱当种良田，咱自己。而且，咱来先建立，再当建立。咱家己爱做落好，咱才有法度通讲，讲予别人听。咱家己做无好，讲予别人听。其实，咱
情合一，内外并行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讲，老师对人讲，伫这外头是多，就是用讲的。你若要讲足侪，倒不如你来做足侪，因为人讲言不如行嘛。即句话咱大家拢知影，讲，咱若要讲规矩用做，如何来做，拢是当然嘛是用咱方面的本性来表现咱端庄的行为，而且咱的良好端正，实地来应用着本身，身体力行就是讲咱照讲照，以身作则，安尼才是发动带动本身，嘛是才是真正合乎着栽种庄正。第四呢，就是循规蹈矩。有时我较会来问，讲第几条是啥？循规蹈矩，就是讲咱要遵守一定的准则，宽容地来待人，以规矩来约束，守纪为宜。不滑稽，明主有讲讲君子疏不出其位，守其位。就是讲一个君子，一个真正的守道是一个君子。你疏就是讲你想的嘛不出其位。你今仔日徛在啥物岗位上？你身为组长，你身为董事，你身为领导，你就是你的思，就是讲你的思想也是袂使超过的。哦，我顶个咱就是讲今仔日啦，我来做领导，我就会安全安全。咱也是一个真正守道。咱的思，咱的思想就是会使超出去，咱的智慧对不对？所以为的，在什么智慧呢？人讲在于不在于前途，不谋其事。所以咱在什么智慧，咱就做什么代志。这才是真正循规蹈矩。咱若安尼，咱就是真正修道。咱嘛未去怀疑，所以以这个道来行，然后呢，咱修道之后，我们来结果，来第一呢，我来分证两点就是讲，像咱在一般的时阵。电传师甲超师，拢会叫咱讲话对唔对？尤其咱去山林，咱去行完山一般的时阵，足多讲话，往电传师都讲到足生气的，对唔对？叫你卖讲话，恁都拢去讲话。其实咱伫班里，咱嘛会使讲话咧。为什么电传师甲超师拢会讲叫咱伫去班之前卖讲话？因为咱心静落来，咱到到学堂，人咧讲啥，咱才听。啊，咱若伫去班的时阵，伫当中来讲话，咱家己无听着人咧讲啥，咱嘛影响着别人听闻诶，这拢是罪过诶，咱家己毋知影意义诶，所以咱来澄清。咱伫关键前就是讲，伫十五，咱来坐椅诶时阵，咱就是爱澄清，从心静落来，安尼咱力道较大落去。所以呢，佛堂是一个真重要诶所在，咱毋通讲话，咱若讲话就像菜市。所以老师的话，伊讲话讲。低大个所在叫做啥？低调。B 大个所在叫做啥？低调。咱大大个所在叫做啥？先富大个所在叫做啥？学堂啊！咱今仔日要学做先富来到学堂，咱搁讲话哦，我好吵。安尼就无重要啊！而且咱今仔日来到学堂，咱听讲师咧讲，咱也是，咱也条条听，静静听，其实。不只是咱家己得到好处，咱的九月七祖，我们来讲着咱的根。啊，咱先讲讲，我讲一柱就得九月七祖一江根。为什么我爸来讲呢？我爸就来讲一个典故，这嘛是典故，其实这是事实的。在丹凤坡遐有一个官主，其实伊是问当年什么职责，伊是做一个官主而已，伊是。伊个职业是官主，伊也叫林昌富、林昌孔。我发到一个名，即个名都我笑着。那我咱名叫昌孔，昌孔嘛袂歹啊。伊咱昌孔咱底做保重啊，对不对？伊即个底不熟。即个林昌富呢，伊即个官主，伊就是拢会，伊会定会互老师讲，带出去游客同吧。啊，伊嘛来到咱个学堂个中间，啊，伊就是一个吼。来到学堂过来开班啦，啊，伊就问老师讲，我有这个开班呢，啊，为什么？那外口那有倒出侪人？外口迄是流行的哦，毋是啊，外口是侪咱好为侪人，像咱做为侪人来倒听来听。啊，伊就问老师讲，为什么外口那有遐侪人有在来听？啊，老师就来讲，外口迄个听就是外口伫内面伊个。
来恁个祭拜祖先，因为伊今仔日伊个子孙来伫班来听道，相对个伊个祖先有哪会当来听？但是咱若无认真听，咱若拄久，咱个祖先原在会当带只听，伊会随用创造。啊，所以咧，有时阵伊个容易看，安尼哦，啊伊容易看就看到伊爸爸，哎，哎老师，阮爸爸呢？有时阵在做咩啥物？我就叫爸爸啦。伊有看到伊爸爸，哎呦，我爸爸后壁那两三个阿伯，我毋是讲，那迄个囝伫时阵在收阿，迄个我的祖先在个，啊那两三个阿伯，伊才知讲，爸爸爸爸，啊才伊爸爸看到伊，我开嘴要甲塞住，不孝子，安尼，为啥伊会讲伊不孝子？因为这临仓户子，伊这临仓户的，这个官主，因为伊有二十担无出来投标收到。伊就较心道，毋是着心道哦，就较心开心道。啊，所以这二十担无出来，伊的爸爸相对也是袂当出来道，袂当出来道常听啊，咧讲经说法。啊，所以就塞一个啊，哎，不管你即摆倒出来，啊，无我拢唔笑，即个讲啊，恁囝无要出来收音啊，恁袂当出来听班啊。咱甲看，咱来听班相对，咱的祖先来当来听班。啊，所以就搁家己爸爸。啊！你伫伫，我咧收啊！你叫两三个阿伯，我讲，你嘛学袂讲，迄是我的方法。啥物咧阿伯，我有方法。所以讲，伊咧收着，相对伊的祖先，因为伊爸爸在世时阵伊无收啊，啊，但是伊将来会光啊，会当来听道啊，啊，所以爸爸就讲，你二十担无出来，我拢会当做我母亲，因为咱会当笑啊。啊，你的囝无要出来收用啊，所以伊厝哥给咱知影讲，咱。咱在听话的时阵，咱也静静啊听，互我去讲讲，就是一个养生。咱知影咧养生，伊嘛拢会去。迄养生，咱也拢互咱的这个老师传伊去听。爱第一工就是，有那病人看人开班啊，爱就是问老师讲，哎，老师，前咱咧开班的时阵，啊，讲师咧讲话，伊吐出一个话，因为一个讲师徛伫遮咧讲话，伊绝对无讲负面的话，伊所讲的道拢是正的。拢就是讲道理，所以是口吐莲花。爱、就是讲，为甚物讲师所讲出来莲花有大绿细绿，啊是啊有够大，到面头前回头啊，规身天光就是点个出来点个所在照明。啊为甚物到面头前我无去？啊即嘛，咱这个老师就来讲，啊你着叫我去搞，迄个照明天光咧，啊到到头前伫个创啥？啊着叫叫。哎呦，原来哦，到头前迄滴莲花无去，就是迄拄枯啦。拢无咧听讲师咧讲啊，啊所以莲花到遮，伊拢吸收着啦，所以莲花到头前就无去啊。啊伊讲你甲看伊伫莲花走里面观音，伊是毋是足真足听足不着，足真足听讲师咧讲讲是啊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咱来听班的时阵，是就是讲，学学毋是讲学学家己，我嘛学学食到这个年纪啦，在客有班，就是讲较好。但是要学学度孤的机会，可能就无超过两年。为虾米？因为学学感觉一个讲师在准备，讲第二，无你甲你听两点钟，这个讲师或者对当头准备到当尾呢？咱好好听伊讲啥物呢？咱若只要静心静静听伊讲，学学相信你真正会度孤。你就是心无未输，你就是心无伫遮，你才会度孤，对不对？这是真正，互你好好甲培养。囡仔拢会使读书，静静、真正用心听学校讲的，安尼拢会读书。学校看咱的学生有进步，所以这就是第四条，咱的循规蹈矩，就是讲咱嘛读书，这嘛是一种规矩就对了。第五是啥物？第五条。吸烟不去。安尼拢无人讲。我讲到大声，这件有意，安尼讲哦，恁啊，大家拢回答，注意这点，大家回答，安尼才袂咕咕，啊，袂用点名，用点名才会咕咕。其实第五条这件有意，讲咱今仔日无论徛伫啥物岗位上啦吼，职级徛伫啥，无论咱的职场，就是讲咱伫工厂，还是伫倒地方共款，咱伫工厂，人讲人爱咱的工，咱爱咱的钱啊，咱就是袂使无。咱伫道场上也是同款啊，咱爱有去伫咱的职业。你今仔日
那讲甲香的青菜要吃，口味就是爱做，这边也是爱补气的。而且咱的两个代志，那大有可贵。而且咱的言行合一，既然大有爱做代志的话，我爱实践，这个是真实，责任负起，这边补气。那无呢？那么实践不是大有啊，代志办有可贵，我就代志做了好，那么就是贵行对了。所以咱的责任，这边不受推卸。任重不易得换，咱若知影责任重大，咱就知影这条路有偌远。啊，所以咱真正责任大会去尽现实可办的事哦。咱若真正责任大会，咱若将现实将道中的代志当作是咱家己的代志，那呢，伊即颗心就就咱家己。我话来讲着咱詹姆尼尔就好啦，伊真正好作品。啊，好啦，佮佮乐哦，伊会叫互我写，就是偏面个对啦。因为其实讲人讲，遐好乐哦，爱伫正人面头前好乐。啊，若遐干净人爱收底下，啊，好我佮好乐者，咱甲看者，花莲个德清迄小朋友来七八，讲我来一礼拜哦，只我拢停伫遐，没有半句话，无半句个怨言。好我佮我一边下班去，好我。无我帮人叫伊哦，讲共同担任这个责任，啊，伊将责任担开，伊心情会改变，当然伊嘛责任负起。只无人伫伊遐咧，除了为咱做一两单啊，就埋怨埋怨一大堆。我一个月下班都要去伊遐，哦，做到伊心情好。因为事实讲，我讲啦，讲咱其实咱来上班来个，讲去生活耍，咱来开上班，其实人讲。有啥两款书，钢书、啥物书拢有。读书，读书上艰苦，因为读书上我钢书直接就到用吹冷气咧。读书要吹冷气，因为我阿哥一边去生活山拄个阿姨，阿姨讲叫我到去倒去，吼，真正飘袂了。啊，真正读书真正有够辛苦。啊，所以咱数年级啊，丈夫遐哩，伊从这这边打开一礼拜呢。所以我讲哦，真正足欠怪伊，伊嘛是真正想着用来代志，当作是家己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咱大家当向伊学习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法当将责任担得起。所以咱见到每一个人地主的心目中，拢要从使命感甲责任感。咱先天的使命，就是讲爱将救了原胎父子保证，让因回到地母去理解，迄就是咱先天的责任。咱后天的责任。就是要有千千万万的兄弟姊妹，将着主位的光，和千千万万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安稳直上，就是讲安稳的达到无极利益。啊，和千千万万的兄弟姊妹，伊的祖先会当将光。其实，这后天之前就是人讲哦，咱应该爱鼓励咱的父亲，或者是父亲爱讲就是咱的兄弟姊妹。叫伊出来听道理、学道、修道，因为咱袂使讲，无得到点点，安尼就来放弃。安尼，伊的祖先无法保障袂光。我发之前所讲讲哦，一柱行，一柱修道，有缘七座是江东。啊，一柱修道呢，是有缘七座是超生的。啊，咱啊，甲道伊来修道，啊无家己超几万块的，那安尼，伊嘛无法度帮江的祖辈光啊，伊的祖先嘛无法度。通将着伊个光啊，所以咱后天的使命就是爱做这工作对。所以佮讲到就讲，有时咱毋通讲伫讲工作工作去就好啦。今仔咱同个代志，同个代志讲，咱毋通讲同个代志，咱着有时借到一块去来开始。其实你今仔日无去做，代志无可能讲因为你无去做，嘛停顿啦，自然你会无哪有办法将代志来去完成。你道中的代志无去做，别人也是了关心；你私人的代志无去做，另外嘛是，也嘛是无去做，别人嘛替你做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讲哦，一个成功的人，人迄广告词拢是讲，一个成功的查甫人后壁拢有一个黄脸婆，其实是一个推手。啊，我来解释讲，道中每一项代志来当圆满，会当成功圆满，拢是。背后有一句责任负起的道歉，安尼才有法度通将代志来圆满。所以呢，咱
就是讲若何不干死汉，啊来就是讲不能何肯干死燕汉。你哪无迄个能力，但是你搁偏去干什么代志甲打汉，你是一个燕汉。啊你哪不能又不干，是个蠢蛋。你无能力，啊搁无想要做，你是一个戆人。啊你哪有能力，你能干又肯干最妥当。你有能力，啊搁去打汉先干，哪来想特工？特工上特工辛苦的，所以这个武器呢，在了以前就真的是目标，咱就是爱从这个责任担得起。啊呢，你责胜似可犯，责可以成就你自己，就是让心主主义改变。第二条是啥物？即摆我们先多讲，甲分多讲。第七条爱六条是。第六条。众圣亲华。六条。用心悲观，就是讲对着种个代志爱用心。人讲做善事必善果，啊做坏事咧，你若定是坏事到尾嘛，双手空空。因为咱知影，咱世上个拢讲一句话，讲安那，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江山鸟吧。你赚个钱啊，无一定是你实在个开的，你会干呾干死两个人，你嘛毋捌。你老家侪钱是毋捌的，无论是毋捌的人来开啦，所以呢，曾经有讲师拢讲，咱是月圆的修道。
间某又是如来，某又是啥？在色，名，那个家，那个土，那伊个在，伊个钱，我得到咱真正个叫人去是，为着名，人讲有钱就想要名，咱有个这名哩，我才做，我才挂个开。啊色，就是色，不是讲男女之间的色，就是讲咱贪欲着这外境，我得到佚佗啊，咱做咩佚佗啊？就是贪色啊，咱爱看水。看景色啊，这就是贪色啊。啊，要食，买为了食，真正为着，若讲一句世俗讲，为着食，乖啊，煞无半样。真正为着食，咱会真正为着食吼，五欲对。啊，来就是苦，为什么我来讲苦？咱要比较有班啊，像咧，比如咱加有班、清班、双的班啊，需要咱做啥开呢？恁若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哦。啊，若早起的修道人真正强，功德可以利用。若无你真正无法度，你若要困到晚晚哦，拄啊叫平常时做伙来，你永远就会成功了无？面筋啊，迄个茶啦，啊怎去啊？啊，拄啊叫点个书，人点个书是，伊才是正常个咧。啊，咱一个做一个道亲，做一个修行修道人，咱会使叫点个书做伙来。啊，咱拄啊人茶啊怎去面筋啊配平？永远拄啊无了个机会，我这个苦，我这个苦来吧，我想要困到，像学校个老囝啊、后生都，伊是少年，伊是拢有这种，这个心态拢想要困到，啊，伊扛住个命，我就甲讲，迄个礼拜无逐礼拜有啦，一个月嘛才一遍尔，山林个班无了两三个月才一遍尔，你真正后生我都去讲嘛，啊，其实我也不是，因为咱做妈妈人心肝有时。对啊，你就我的先生就讲，因为事实讲的，咱的囡仔不是咱讲，其实咱嘛同款啊，卖讲囡仔，咱也无同勉强的平常。啥物代志，咱有时啥物代志，无同勉强的平常，有时咱真正太开心。啊，囡仔嘛同款，有时咱也无必要刁难，咱会顺水而行。人讲顺食为贵啦，啊逆食做错啦。你若要，人讲你若要顺势去做的话，你安尼你就无法度安尼成功啦。什么代志你无得叫突破，啊，所以有时咱嘛通用这五样吼，啊来去帮助你来修行的。啊，你所名将都不开，你亲像色蓝色的，啊名将咱知影买啊，买啊咱就用个将甲按住，咱就走袂去。啊名伊拄啊像色，甲你咧绑去只买啊，伊煞挂袂开。啊若上面迷信来的。咱若从对修学道迄种心想咧追求名利，就先甲放掉。安尼你免辛苦，免着辛苦，我后摆甲来修行。现在咱着使修行，当下咱着开始修行。从你追求名利心迄种心来修行，现在着甲修行，免着讲等我食后摆来修行，免。所以咱甲看这五样，事无碍，事永远着做袂了。无碍就是无穷尽的嘛，无边无际的嘛。有一个止境嘛，所以呢，咱来知影，性事永远是无等的。所以，咱来讲讲大家讲讲，物有常，物有分法，事有常事。第一，第所先后即定道义。所以，咱来知影讲，性事到凡事，啥物代志先做的话，那呢，你即颗圆圆的，你自闭，你嘛达到见性的地步啊，对。所以，这就是第一表现的圆圆。第七。天道第七是啥？谦恭和蔼。谦恭和蔼，天道，天道的前辈，天德的前辈家，爱福德的前辈家。谦恭和蔼，嗯。已经甲我讲，人得福田，地放骄。
大家拢爱骄傲自大的人，离作家离谦虚的人。我阿就来讲一个讲，因为咱讲讲，你若无自大的心，一个骄傲的人，伊就无自大的心。这是这个前辈只阿爷同我阿讲的，因为伊讲有听到慧律法师还是什么讲，伊讲咱若无自大，咱若有骄傲的心，咱若有自大的心，咱就心存感恩。为什么伊讲这个恩？这个恩阿未好看，咱若要将这个大爱心甲好看，咱就有一个感恩的心。咱若将这个心大爱心甲好看，好看就变成恩。所以一个无自大的人，无骄傲的人，伊就感恩的心，对不对？我唔是咧跳，是实际讲的。即以前人咧做，伊真正有一个道理。为什么这个恩有一个心大大心？你的心足大，你足自大啊！你若讲好看，就是感恩的心嘛。啊，所以讲谦虚是尊敬，然后叫弯角顺谦虚。一个知影谦虚的人，伊才会拥有人格的尊严。第一点，一个谦恭和蔼的人，会让感觉心肠会好处较尊严。第二点，不替下文讲下自尊，以心来求教的人，若讲谦虚会当事。阿袂当成长，为虾米讲谦虚？比如讲，你若感觉咱做对代志，啊，咱来纠正，咱来谦虚去想啦。咱若无谦虚的话，讲你无得，咱无得什么情况？啊，你也无必要甲骂啦。啊，你也来讲，你若无去受教，你无法度你做对代志，你就无法度去改正，啊，你永远错下去。你无因为你袂谦虚去想啦，你就无法度改正你家己啦。啊，你做对代志。你就无法度改进，所以呢，人讲谦虚才能受教，也当成长给咱家己，也嘛当随时关心给咱家己。在一个团体还是合作上呢，人甲人之间难免会有意见的遐个时阵，有时嘛互相批评甲指责。啊，所以呢，我遐有一句，有一句话要叫咱注意一下。
所以呢，咱讲咱会当做到有谦恭和蔼的功夫呢，咱就是咧教咱道中的前的道亲，尤其就是咱道中的前辈者，尤其干部，咱来以身作则，咱来以身作则，你率先执行就是讲咱来行的方程方法，特别代志，唔通再到阿妈尊敬才讲的，咱来一起一起道亲都来讲，尤其咱来干部。咱就过一下，我来处理。这是老师讲的，是学校讲的啦。这了真正，我讲一个谦虚的人，就亲像一张假设的图案，伊的头脑。学校来直接变个好小的，因为学校的学生连读图案都是分在手册。学校甲我讲，真，伊讲学校给我看了一整小部，伊的写的，伊讲一蕊花啦，伊讲真正谦虚，伊学校就感觉讲，伊讲白色的花，咱甲看。有色地的花愈袂香，白色的花愈香。伊嘛是代表，就是讲一个谦恭和蔼，伊的内在就是足谦虚，所以伊的外在吼，感觉足好色，足内敛、内敛。伊就感觉讲，感觉好，伊啥物拢感觉伊足好，伊的内敛，还有足朴实的条件。啊，所以就亲像一蕊白色的花，伊让伊感觉伊无足水，但是伊的散发出伊的足芬芳的香味。一蕊足有色彩的花，一个足爱讲大声的，足爱讲大声，足自在啊，就亲像块白色的花。你一头就敢看到伊，但是伊无法度好像白色的蕊花散出的遐尔啊芬芳的香味。所以呢，咱真正谦恭和蔼，带来当咱真正不受欺的，像我的骄傲的人，看袂起别人，绝对无法度那个成佛。因为老师有讲过讲。九品的代，永远是属于谦恭和蔼的，谦恭的人才有法当这是九品的代。所以老师就讲讲，鼓励啊，你想要成仙成佛，你得爱谦恭和蔼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咱在生活的当中，谦恭和蔼是正常的作用。第八条，分道前行，第八条是啥？无缺陷，哦，好好。
你若讲食，我伫个只煮一锅菜，啊，你若讲一锅菜煮好食，煮好食，但是你无甲食落去，你腹肚敢会饱？啊，你敢会感觉你锅菜的滋味？相对的，你道理若要应用伫在日常当中，教师佫讲到偌好，师傅佫讲到偌好，你若要应用在咱日常当中，那安尼，这个、道理嘛，必定就是去学习不饱。因为你哪会讲啊？所以呢，在卫生活伊有一句，伊有讲一句话讲吼，伊以你要用言语来珍惜真理，倒不如你去实践真理。伊意思就是讲，你若要讲遐侪道理啦，倒不如你去做。你若讲心中有真理的人，伊就做有意义的代志。你心中若有真理的人，你每一工只是经营，就是咧经营在咧经营。你袂去经营去，感觉有意义的代志，所以倒不如你要做外国。你若要做外国，倒不如你做外资。虽然讲，教师讲是讲一句讲多做多做，啊，若无做我无看。因为多做多做，毋是讲多做拢错呢，对不对？咱嘛都做对，啊，咱错，咱聊聊来改啊。啊，所以咱以前做外国，咱倒不如做个做高做。所以在咱心中，伊就是讲，咱应该遵守真理。信仰最重要的是咱的身体力行。在有记性，已经鼓励着人的身体力行。所以，不管信仰搁安怎好，教师搁讲教偌好，咱也无去讲无济于事，就是讲对咱拢无啥物好处就对了。所以，真正爱有记性，就是讲叫咱拢爱内外合一，心行合一，就是咱教讲教的，这就是真正。第八条气性，第九条是啥物？前道前行。目标方向。目标方向。目标方向。为虾米讲莫做形象？其实目标形象有呐，我阿有做两段来讲。第一段呢，伊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有目标，包括先做羽毛球工。羽毛球就是安怎，要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到美好球里面，迄就是个目标。啊，但是咱人无目标，但是有智慧的人会去执着目标。有智慧的人，伊哪讲讲哦，就亲像行同款，咱咧照行同款，咱照的时阵有看到咱的影。要怎啊？要有伫咱的心中想到，但是咱袂去接到。所以有地位人是不足欲望，所以咧在大心起信论咧，我哈来写。大心起信论咧，伊有讲一句讲：不能先为佛，即阿罗汉者，该如客人欢乐所吼，用攀缘心为自心。啊，所以咧。以前有来讲讲，咱无法度通好修弥陀地甲阿难，就是客地，客地就是客，就是人客，伊就是要不永久的嘛。啊，咱就是讲互这甲咱甲烦恼甲咱疏忽啊，爱用攀缘心用自心，咱拢用攀缘心来做咱的自心。所以在世尊在经讲经嘛，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欲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伊嘛是就是来讲讲。咱就是会使，这个心，咱的自性的心，就是爱清净，爱足足足清足自在的。人讲就是讲一心有一佛，咱碰到代志、看到代志的时阵，咱嘛会使去执着着，心袂去让外物甲咱牵制，安尼清清净净，一心无所执的时阵，即是中道，咱即个当见的如来，就是咱当见性，但是。咱无咱，咱每一个人自己嘛过了就是安尼，包括我嘛是，会做侪项物件来烦恼，啊烦恼，所以咱要用攀缘心来去自性，所以咱就无法度心无恐惧甲安乐。所以嘛是第一句话来讲吼，世间无意外，无病无相通，当下不净心，换清净心，就是讲世间所有代志到尾无常，就是咱无法度。到尾也是意性无啦，咱来当下这个不净的心，来换咱的清净的心嘛，唔通让外口
阴面甲咱牵连着，互咱的心来无清净啊。所以咱袂使用牵连的心嘛，咱来当当下，就是讲咱来建性、建自性、自性的心，安尼大是咱的自性。所以我阿过来讲第一点就是讲，人生感情物件拢是生活之物，自然出世到死，拢无带走任何物件。咱来的时阵，双手空空；，到咱死的时阵，双手空空。但是咱有可能到带走任何物件，到八月份的时阵，咱来的时阵，双手空空。但是到咱走的时阵，会带走任何物件，讲加。上惊就是咱的过比讲较侪，安尼嘞，咱就迄阵就真正，迄阵就苦未了。啊，所以咱的人生世间的真相，一切拢是过眼云烟，时间一分一秒无要留白。那讲到这，我再来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大富翁来伫古早时代，哎呦，逐工拢伫咧算命。我爱逐天拢伫咧算日子，因为伊做爱钱，啊有一天伊就伫咧算咧算的时阵，拄啊无想到，啊就要甲吵走，啊伊就讲，你袂使甲我吵走，我遮尔那好家，你袂使甲我吵走，啊伊讲，我管你偌好家，你的性命已经到，你就是爱对我走，啊伊就讲哦，啊无我就是活在世给你活，你给我加活三个月，伊讲无可能啊，你搁用偌济钱，我我都无可能。啊！又带去参详，爱讲到尾参详了，啊！无我用全部的钱叫你换，你给我换三分钟，啊！你就想讲好，你用所有的钱，我伊讲换这三分钟不是要创啊？伊讲换这三分钟，我写一句话甲世界人讲，啊！伊就想个大意，伊用所有的钱叫你想换三分钟，伊三分钟写一句话，叫咱世界人唔通执着着所有有形上。所以你钱偌济，有一天无上到的时阵，你偌济的钱都无法度还你一分一秒。所以咱讲，咱执着着这个钱，执着着这个生活之物，但是钱是赚愈济愈好，因为赚愈济，咱过生活会用啊。但是赚钱的时阵，咱袂必收着，这是上重要。啊，所以嘛是讲过讲，咱啊时间一到，搁有你偌济钱，你都无法度含。互你加留一分一秒，所以呢，人讲讲阎王注定三件事，绝不丢人过无天。世间无常，到处拢是在咱身躯边啊。咱唔通互眼前个有形上个魅力，用尽一生的生命来追求伊。所以我来讲讲，世间上有形上的物件，拢亲像瓶花，昙花一现。咱知影瓶花无？瓶花无一年呢，无过一年就对。啊，所以讲，世间所有有形上的物件，就亲像瓶花无一个，咱何必去执着呢？啊来，咱人拢有老去甲死去的一天，咱何必去不死呢？啊，搁放袂下呢？咱有一天会老去，甲会死去。啊，会当老去，迄是足容易。啊，但是要死，人讲棺材要底死，是无要底老。咱毋知人讲孔子讲的话是人假。咱以前人，哎，互我伫一本册里看，就讲，咱若当无哪只白板，搁会当看到日头，啊，搁会当穿即双鞋啊，咱的心拢会存着感恩的心，这是无毋对啊。所以人讲孔子讲话是用假物件，所以无常到处拢是，这是第一点，是咱本身就是咱执着的这个无常的。第二呢，咱也袂使执着。先发照条的现况，咱去接到这个外相，不是呢？咱会感觉讲，啊，只有先有班，我才要去。普通的班不行哦，我爱见，其实咱袂使。咱就是去接到有影响，咱只求，咱若讲无了解的，立即缺乏真理啦，只求外在的感应啦，那呢，咱真容易开始有这个开始，只。知影归求外在，咱若无去凭你来生的，是无法度发无开心。
就是这个故事，就是在讲吼，有一个这个印度的人，就是叫做亚德瓦。
是永远无法度超脱着阮个阮个习性。所以呢，修行呢，吼，还有伊这八字，甲咱，咱这八字吼，甲你个人吼，身骨、心灵是无问题啊。对八字，消贪不好，必成大祸。有一天，你这贪
这你的认为无啥，但是这就是造成咱的头啊。所以有这件事情，咱来看吼，只要有量的物件，包括车辆，咱嘛有说是违规的。咱人伊有讲啊，我有保险偌济，用你保险出来就是道中的钱，就是道中的物件，道中的车辆，咱就是会使去啦。用伫咱司机、咱私人方面，这点咱来坚持。属于物件，属于道中的物件，咱来看吼。另外哦，合作骗，然后去骗合作，这点咱来坚持才是。那无，咱就是去骗掉，咱就是去用无假的物件。第二呢，对道无手续爱签，为什么讲对道无手续爱签？在道面上足济项代志，咱拢唔捌，咱来去学，咱来多听多看多闻，唔知咱来用。为什么讲咱唔知爱用？我发个讲伊若干年前啦，阿姨在那个地方上啦。这是符合自己亲身感受，因为我爱做没有办法的事，真的没有办法的事。其实我也是做一个点，那达到了千高以上，尤其个少年人，真正人要做上好的差不多。啊，以前我发现他人做上好的，啊，以前我护理师，以前我做护理师是做那个点厨师嘛，啊，以前我咧雕刻啦，啊，护理师就讲，阿叔啊，你去煎哦，啊，够差。卖了，我卖我都假放的，因为我无爱学护理师知影我卖了啊。真嘞，我发真嘞，我讲，咱若唔知影是啥，咱来不听，啊唔通卖我假放，啊唔知影就唔知影就来讲你唔知影，好，真嘞护理师叫我发电话，我有做面经理，结果我搁卖了，啊之后我搁来假无地方，搁来叫一个前辈讲，你那多卖去的，啊那边那地方。其实我发真正袂了，啊，真正都袂学假货，啊，因此，迄从迄边开始哦，然后来进入的时阵，我发就走去看嘞，因为虽然袂了，嘛袂使逐项拢袂了啊，啊，护理师叫我去进入，佮讲，平衡四十倍，我发来进入，结果呢袂了，啊，所以真正对，咱就会清晰，咱会知影，咱也唔知影爱倒去，啊，倒听，爱三高，三高是高雄的三高。啊，所以咱那边就办理的会清晰一些，无免变啊不替他，劝告间不要自作聪明，想方法就作聪明啊。这个是咱清晰一些，钱在一千，咱那一千。第十一条是啥？出个欢迎。出个欢迎，在家中。咱要出去，爱甲你找人讲，你要去对，袂啦，袂对，伊早有较有哪安尼，你找人倒啊，一个就出去啦，后尾咧讲，啊，人敲电话咧找人，讲阿仔，阿仔对啊，拢无咧讲，啊，等下，伊就爸爸会无欢喜，我爸爸就知影，咱要去对爱讲者，有人爱找找着咯，在道场中，咱要出外办代志，客家是爱去到台湾去宣传，哦，好真正。那要去到来检查书来清楚，检查书哪伫国内，爱甲检查书报；检查书哪伫国内，爱甲影院报，伊会来报。咱政府影院做到的这点，因为检查书我一边伫国内，我教人去，去甲助理讲，伊阵啊个伊讲吼，影院我好多个伊个服务，你数唔清啊，做到不止点个，因为我发觉，啊我发觉真正在出国方面，因为。这个老师嘛，讲了一点，咱来甲咱的表扬师讲，还是咱的表扬讲，咱若无讲啊，有一边无得甲咱讲了，真正有够好的，去到我讲到有够好，啊，拄我碰到电团师来讲，表扬师啊，哦，进前咱那个前年只去咱遐讲了袂歹哦，不要电团师给我讲出规规良心，良心对一个，咱只有对一个去恁遐讲，真的啊，因为电团师就等于咱一个家长。啊！伊无伫个，咱来甲咱来领领报告啊，对毋对？啊！尤其佫讲，咱若要出外去较远个所在，咱若无同，爱去无同，大家无联系啦，咱同爱吵啦，即点袂使袂做。我哈，咱伫第二组个医生吼，要去台北，要去台北实习，我哈就来讲，你爱去甲老母娘请假。啊！伊同来讲，你爱去参加，无老母娘。你要回来无条件，还要处理无啥事，你回来老母娘都不知道你回来，所以这个是第十一点，
出道反面，有时咱拢无去注意到这点，啊，我发现拄仔好伊，今仔讲第十条规，讲第第十一条我出道反面，所以咱爱去注意这点。伫厝内，咱要去对个厝内人讲；伫道中，咱要去到别个单位宣传，而且咱爱甲咱个地产师报道，或者是咱个咱个评论，咱个评论遐个报道，这才是达到出道反面。也是达到着规第十一条真正出道反面，真正意义。第十一条是啥？不乱毛孔。乱是。不乱毛孔。不乱毛孔，就是不偏离正德，依主行为主。咱真正就做到。